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莫拉克风灾十周年纪念活动，亲自颁发高雄市防灾市政书，一方面努力推动防灾工作，另一方面也要努力进行党内整合。你可不可以谈一下？透过张忠谋要跟郭董联络，是不是？整合郭王两人成为韩国瑜总统选举路上最重要的任务。不过郭台铭始终给韩国瑜软钉子，党内不满声浪越来越大，更把矛头对准前总统马英九，人是他拱出来的，就该把郭台铭拉回来。是否联系不上郭台铭？是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党现在怎么办？继续努力。不管是郭董或者是王院长，他们都一定不希望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继续执政。就算请出马英九，还是联络不上郭台铭，党内上下陷入集体焦虑。偏偏跟郭台铭见面互动的王金平倒是给了建议。古语有云呐、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嘛，所以他应该尽力努力嘛，用最诚挚的心那能够去进行联系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比较好的例子应该是郭董事长，不能说真心换绝情，但是。应该说真心也是换了不少的闭门羹啦。王金平、刘幼彤两人以答一唱，说出郭台铭的心声。党内初选过程中的裂痕没有随着时间密拼，更成为韩国瑜跟郭台铭之间一道无法跨越的横沟。欢迎新闻综合报道。